鸽子，过来，快点，鸽子，鸽子，过来，来了，过来，快点。嘴巴里还的硬的，来了来了，看我再换一种方式的叫吃货，叫的口气不一样，它出现的速度跟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。吃货，吃货，过来一下，快点，找你有点事，过来。过来呀，快上来，上来，快上来，来呀，来呀！吃货在睡觉。现在是下午3点多钟，吃货还在睡午觉，还没起床呢。这一回喊他上来要急切一点，不然的话他都懒得来的。鸭子。过来一下，喵子，喵子，不看，不来了，喵子，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快，快点，快快快快，快来，快点，快点，看，懒洋洋，来了，来了。哎呀，我不叫你快点，快点，你都不来。